两队的战力分析来。有我们有老兵潘老师，潘老师，我们有智慧运动的康莹莹，哦，有来自于瑞典的马丁，来自于英国的马龙，还有来自于波兰的朵夏。马龙是来自于智利，哦，智利啊，好的，康莹莹，你到底来了没？来了来了，哎呦呦呦呦呦。那这个内容有什么特殊之处？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的，因为呢，叫做英英的二字腰扭扭操，就是要教一个舞蹈给大家。那这个舞蹈呢，可以让你一次五分钟就有瘦身的效果。哎呦，扭扭腰，扭一下，扭一下，扭一下。你要不要教我？教我，教我。但是当然不是五分钟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五分钟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把这五分钟集结在一起，每天至少做个三十分钟，对啦，都会有效果。如果你不做的话，这可能就是你最后的五分钟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做的话，你有50分钟，五个小时，还有500多天，更多的五分钟，对不对？就是告诉你说，你做的话，你就儿字线，对，儿字腰，就是要有一个曲线，再就像这图片一样。是的，所以要活就要动啦，赶快支持我们康莹莹的儿字腰。马上进入今天的二分之一强游戏王，马上进行台语传话游戏王。我们先攻的就是我们的乐乐队啦，这就是我们的乐乐队的阵容，是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啊。对啊，哎，我们打玉跳舞嘞，跳舞了，打玉是打玉还是爱玉啊？打玉，这样的台语如果传过去还得分，杜立的头给你们当椅子坐。哎呦，他有愿意大吗？你为什么不剁自己的头，要剁杜立的？啊，不是，因为杜立的坐起来比较舒服嘛，不会刺刺的，不会刺刺，但是会画画的，会画下去了。啊，对，因为流很多的油，够了，马上戴上耳机，请关门。好的，是什么？最简单的，太简单了。这个古今中外大家都知道的事，给我两天时间想一下嘛。不可以，你只有2秒钟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还没有。还没有是？那就是我们要的计时开始。来了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讲。赛里赛里。枪枪。哎，酒杯出去。枪酒。酒杯出去，酒杯出去，丢分，丢分，枪，枪，枪就酒杯出去了。他讲声音，你到底是怎么讲？枪，酒杯出去，枪，酒杯出去，酒杯出去，嘿嘿，哎，丢分，丢分，枪，酒杯出去，酒，丢分，枪，酒杯出去啊，丢分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塞利。枪枪丢被出去，丢被出去，丢婚，丢婚，枪丢被出去，丢婚，丢婚，三个字，枪枪丢被出去，丢婚，丢婚，得分，枪丢被出去，丢枪，下一位，丢被出去，丢婚。西班牙文还是台语啊？游戏，哎，好，赶快传话啦！塞里，哎，塞里，塞里，哈，枪枪丢不出去，枪丢不出，丢不出去，丢不出去，丢魂，丢魂，枪枪丢不出去，丢不出去，丢魂，丢魂，是什么？我傻眼。丢杯出去，丢杯出去，丢魂，丢魂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救不回来。下一位，谢谢。三个字。光。丢杯出去，丢魂啦。三只黑子。光。丢杯出去，丢魂啦。谁要出去求婚呢？就光是想到要出去就求婚了，光是想到要出去就求婚了，三个有什么方向吗？方向很多，但是先开门，请开门啦。好，
请问老鼠屎在哪里？应该这一排都是。哎，我们很厉害，我跟你讲，我讲的这次很标准。你不要说话，就中间好多废话哦。没有关系，没有。怪东怪西，等一下再来，先听听您的答案。光就要出去，嘿，求婚，嘿嘿嘿，就是要么就有求婚的东西，哎，要么就是头婚，头婚，对。因为头婚、求婚跟头婚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对，它不是头份。你刚刚猜的方向已经八九不离十了，因为这个字哦，这个答案就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。对，哎呦，真的太高兴了。哦，知道了，该不会是抛绣球吧？哦，接近了。谁说接近了？那谁？你在那边？谁说接近？我没有，中文没有，也不会是他们了。谁说的？不可以泄露，我跟您讲。因为他说，因为抛绣球有球字嘛，没那么好了。他如果丢出那，哎，也不对啊，到底是？好啊，抛绣球好了。抛绣球，恭喜，答错了。丢捧花吗？我们可以问一下啊。马丁说给我听。到底是什么？锵丢杯出去，嗯，丢婚，嗯哼。一样啊，我讲的一样啊。没错，就是全雷打。耶！但锵怎么锵？为什么会有撞声词？是有很锵的人，他才可以用这样的撞声。对啊，那是 OK 的，那是 OK 的。恭喜我们月月队没有得分，恭喜交换了。耶！现在是两队的进攻。耶！我看起来你们这一队好像强很多，强吧？跟你们比起来，就是你的意思，没有比较强的人就对了，完全没有啊。有啊，沈伟如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讲潘老师呢？是沈伟如，沈伟如很强。到底有多好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请戴耳机，请关门。哦，鏘吗？跟鏘也有关系，有关系吗？这个哇，哎呦，也是个鏘就破了，对对对，鏘。那我也要加一个鏘吗？对，你可以鏘一下，你鏘一下嘛，就破去了，哦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嘿嘿嘿嘿，赛哩，赛哩，赛哩嘿，弄破水缸。鏘救朋友的人，三二一，弄破水缸，弄破水缸，鏘鏘救朋友的人，救朋友来，弄破水缸，弄破水缸，鏘鏘弄破水缸，鏘救朋友，救朋友来，弄破水缸，我相信于炯龙，救朋友来，嘿，弄破水缸，鏘救朋友的人，三二一。塞哩，龙牌就贵公，龙牌就贵公，龙牌就贵公，锵锵桂林，锵桂林，塞哩塞哩，啊哈，龙牌就贵公，龙牌就贵公，锵锵，帅塞哩塞哩，桂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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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龙盘就贵公，锵桂林，塞哩塞哩塞哩，龙盘就贵公。什么？什么？塞哩塞哩，龙盘就贵公，龙盘就贵公，龙盘就贵公，就贵公，龙盘就贵公，锵锵。为什么又是锵哎？啊，他说的。锵锵，桂林桂林呀。龙盘就贵公，龙盘就贵公啊！呀，龙盘就贵公，锵桂林，锵桂林，呀呀，讲扬州的。龙盘就贵公，啊，锵桂林，赛林。龙家就贵公，锵桂林。对对，龙盘就贵公，龙盘就贵公，锵锵桂林，桂林，赛林，赛林，嘿。你为什么我每次念的跟我不一样？龙趴举鬼公，锵，龟苓，龟苓，龙
爬九贵公，天鬼灵。嘿嘿嘿嘿嘿嘿。请开门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这一对真的太棒了，传的最好的一个字就是天，又是天啊，又是天。这一次我听到于炯龙讲的哈，我真的好怀念杜丽。杜丽应该掉来第二棒，于炯龙掉到第七棒，没有轻易。